啊，每当在宿舍里人啊，立不稳了。交关感谢各位观众啊！这个有两观众是热心人，老早就来着。那么这个气候啊，的确坐了外头啊，蛮冷的。有两只短袖子啊，是来了硬挺了。专业。搿了这样的中国观众呢，我更加要感谢大家。这个，那么你两家头今朝来表演一段呢？表演啥么子啊？的确是这个来了中秋节，大家心里想叫我高兴。关于这个中秋节呢，我倒是有眼研究。啥个道理？中秋节，家家户男女老少侪是笑容满面，这个侬晓得吧？我啊，不晓得，我好搞弄的。晓得了，稍微晓得点啊，晓得。为的啥中秋节大家笑容满面？就是讲中秋节是过节，那么笑容满面嘛，大家。大家蛮开心，对吧？侬这个讲得太浅了，我再来跟侬讲讲这个。哦。那侬不晓得，侬尽管请教我好了。好。那么我这个人呢，总诲声不绝。我总归会得搞侬的。想。那我这个人一向谦虚来是。对，看得出。这个中秋节呢，是皓月当空。一方面嘛，吃月饼，屋里向嘛，大家团团圆圆，而且天气来得好，对的呀，叫秋高气爽，神清气爽，心里向叫我高兴不冷不热，侬譬如讲热天，侬还有心想看月亮吧？热天看月亮，热天看月亮嘛，哦哟，热得来瞬间是汗哒哒的。还是寒流接班，寒流接班。搿么侬没办法，搿了想到这样过至夏天下来，侬特别感觉到秋天可爱。哦，搿倒是个。夏天吃勿消呀。对，现在叫凉爽，大家坐得是。侬夏天辰光，侬辣辣看月亮迭个物事，蚊子啊，侬吃勿消呀。对。侬夏天，搿么我还讲刚着凉爽了。侬假使在南面挨到广东到广西还要热了。哎，搿倒是个。侬假使呢出去呢出国外，到印度、印度尼西亚、巴西赤道，非洲还要吃勿消了。对个呀，此地还是你中国还是温带，秋天搿个秋高气爽，侬到热带去呢，你四季侪是热天啊，啥地方来秋高气爽？这个热天吃勿消个，热天有种男人侪上身赤膊个，衣裳湿勿牢，对伐？哎呀，不是地区当我想着的，哎，根本这个热带地方有种人，那讲印度呢啊，我在这个各种这个，哎，随便侬讲好了，我才会告诉侬了啊，我才会告诉。印度，侬平时讲，既然加热，我给啥头上我也包布，一层一层包得加厚，头不怕热了，不要热昏啊，我觉得奇怪嘞，这个时候侬个启发我不懂啊，因为侬怀人不绝，慢慢弄。这个头浪包布啊是？那头浪包布这个我晓得个这个。那侬这个不懂，侬尽管问我。对，我是问侬请教侬。这个头浪包布也不是怕热，也不是怕冷。哎，搿么啥体呢？头浪怕包布呢，这个太阳结棍不过。伊拉这个太阳在射射个，哦，射进我来。搁了这个太阳晒了头浪向了，这个头浪向呢，这个头发要起出个，所以不包起来，否则太阳当一晒，头发要拎脱个，这个头发侪脱光个了，根本你中国人的头发脱脱个了，脱脱，根本有两个脱掉了，有两张在非洲去过的这个，这个我才晓得个，太阳一晒嘛，这个头发统统要脱脱了，头发侪脱光了，侪被脱顶了，太阳结棍了，太阳，根本有两个脱顶呢，头发四面侪一个了，
这牙骨头上头了没头发的，这个把它烫一下哪能说法呢？哎，那这个地方么是这样子？哎，有一年么是叫阴湿体，阴体那么一爆出来。哦，阴湿体出来。哎，那么又出太阳也不敢出来的。对个对个。那么出来呢，刚刚要踏出门口，那太阳来着。哎，那么太阳来着，一头往上缩进来。嗯。说起来嘛，都已经来不及，前头一半已经太阳晒着的，那么前头头发都起出的。哦，搿蛮清爽的道理嘛，还是来。对对对，石桥大桥门口太阳来着。哎，嗯，搿么有两个秃顶，我了后头头发没个。那这个么阴湿体？哎，侬讲阴湿体啊？哎，那么阴湿体嘛，这个人出来的。哎。出来的嘛，这个马子么是回转来，回转来嘛，这个到子门口一只脚刚刚跨进，一只脚回了外头来。哎，那么我了太阳来着，啊，自个还没觉着后头头发起出来。知道，嗯。哦，这个太阳倒是结棍了。嗯。搿么有两个人的头发了吧？一撮带有的，一撮带么没的。搿么这个把它太阳哪能说法？那么有一年阴湿体，哎，那么一到外头来买么子，买么子嘛，我了太阳来着，哎，搿么哪能呢？那么阴阴的太阳过来着，那么别转起过头倒，我太阳晒上了一倒着，那么倒不过太阳呀，哎，太阳快呀，哎，那么这个辰光外加前不补春，后不补寒，搿么哪能融化？那么那这个人要聪明急中生智，哎，那么是看见一颗肚子嘛，堵了肚子后头。哎，那肚子呢？这个有数十一只了。哎，这个中嘛，这个头发呢，头发保留。哦，那么当时往里也化妆了。哎，那个空隙地方嘛，这个头发长拎脱，蛮清爽的。哦，比百货那里是。根本有两个秃顶呢。嗯，我了四面一圈，我了才有头发的，我了头顶心没头发的。那么这个不能太阳哪能说法呢？那么有你阴湿体，那么伊来了外头白相，哎，白相嘛，我了这个太阳来了，哎，那么太阳一挨挨来，一撇出屁股就倒，那哪能办法呢？快点，巧嘛巧的，只巧看见地上一只钢索子，哎，那么拿起钢索子头到头上向一套，哎，哎，嗯，不晓得个只钢索子挖个地没个啦。侬那个人真聪明，刚做子没第一个聪明啊！侬哪能口才刚好了啊？侬当时我真的不懂啊，我懂的哦，不怪太阳晒天的。哎，不过侬聪明蛮聪明，蛮会得讲俏皮的。那侬讲起聪明呢，我倒真的不聪明的。嗯，我隔壁头有两个邻舍。嗯。有一对男女青年，这个交关聪明。哦，这一对男女青年是苏北人。哦，苏北人。那讲起苏北人呢，我有一个感触。哪哪？我才发现啊，市面上像有些人啊，对苏北人有种看法。哎，这个么是不大公平啊。那我并不是帮苏北人，我也不是我了政治宣传，我也不是苏北人，是吧？那我欢喜讲句公正闲话，上海所有的建设特别猛进，上海所有劳动模范，有的三分之一以上是苏北人，我并不夸张。的确，是吧？哎，啥地方有看法呢？哎，像我们最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，苏北人，像我们这个。林家大王西吉博士梅兰芳先生苏北人，对的，是吧？梅兰芳是演员，侬杨慕桑是演员，哎，侬唱得过梅兰芳吗？我，侬好得梅兰芳比吧？我哪能好比同侪儿女呢？还有扬州八卦四侯专家，哎，才是文学家，才讲到扬州，扬州不是苏北人？苏北人。伊拉写出来的是在铁花人口龙飞凤舞，好，是吧？侬欢喜写字个？哎，我两个字哎，哎，侬两个字好对伊拉比吧？哎，我对伊拉对扬州八卦好比吧？扬州八卦我好对伊拉比，我比丑八卦了我，是吧？侬写出来两个字，每一个字侪像涂鸦一样的、
对吧？嗯，我家侪是嘻哈。哎，我是下子从嘻哈一转。梁姨了，活得了就好。哎，活得活得个什么是栩栩如生？活得好呀，后知后觉，三思三思。那么侬活得哪能呢？我也欢喜塌塌的。哎，上趟我叫侬活一个，活一座山。嗯，对面活得了像粉灯头一样。对，粉。好了，谢谢侬，侬不要不要拿我当众出丑，好吧？谢谢侬。哎，我在讲苏国人聪明。好了好了，我现在不多多讲，侬现在讲下去。那这个一代邻居啊，苏伯青年哪能聪明法子讲出来？这个一苏伯青一个男的，嗯，今年28岁，嗯，生得了1.78米。哦哟，标准之极。生得了眉清目秀，而且外国女也有个研究生。外国女也有研究生。伊带过大家闯带闯，带过一个女青年。哎，纺织厂里向350手，嗯，还是苏伯尼。伊拉两家头时日贴代沟，窗板对窗板，嗯，两家头有让侬看看我，我看看侬。哎哟，大家发现这方面侪有优点，嗯，所以这个两个人呢，谁谁叫我生爱慕之心？哎，大家生之心了。不过这个妹妹没介绍人，哎，个讨厌，哪能讲闲话？那么其实是随便阿里一个自告奋勇出来嘛，讲嘛。开口啊！哎，隔开远不多，隔开条工房，隔开条条弄堂，哪能讲法呢？哇啦哇啦！哇！啥人家台是哇啦哇啦有不啦？哇啦哇啦嘛台。要对戏里向的外国估计有个。嗯。水塔，水塔，水塔 ，Will you love me？我说天，侬假使在爱情，侬哇啦哇啦唱，人家当是侬神经病了，对吧？没个种事体的，这个习惯习呀。搿么哪能办法呢？嗯，有一机会来着。哎，伊从窗口头看到戴哥，这个女青年是只有一个人来了。哎，搿么马上唱？不唱，不唱。马上到房间里向弄副扑克吧。哎。扑克牌里向抽出了两张牌，啥个牌？两张皮带，哎，朝玻璃窗上向一贴，哎，啥意思啊？两张皮带啊？皮带不哪能呢？就甜甜，嗯，甜甜，嗯，哎哟，哎哟，这个人哪能噶聪明了？哎，甜甜，那么小姑娘看见的呀？哎，啥个反应呢？哎，小姑娘反应嘛，小姑娘懂呀，伊晓得的呀。哎，伊晓得嘛，小姑娘那只当不晓得。嗯，到里向弄副扑克吧。那现在谁有扑克吧了？哎，哎，搿扑克吧蛮简单，弄出来3张牌。哪里三张？一张皮带，哎，一张十，哎，一张莱芜尼，哎，朝窗口头一撇。啥个意思啊？甜死你！哦，在地下在啥么子？甜死你！搿么这个男的哪能？男的人叫我老实呀！侬既然问到我谈啥么子，我告诉拨侬听了。搿么是要老老实？扑克牌里向抽出来3张，哎，一只皮带，嗯，一只莱芜尼，一只 S， 哎，一天。朝窗上一贴，哎，那专门站到窗上一贴了。哎，搿么戴哥看得出，啥意思啊？谈恋爱，一只皮带，一只莱芜尼，一只 S， 谈恋爱。嗯嗯。搿么这个女的呢？小姑娘头一趟呀。嗯。搿姑娘家是破难为情的。嗯。从扑克牌里向抽出2张牌来。嗯。一只八，一只皮带。叫啥？不谈。不谈。那么这个青年不要急啊，不甜么吹了？哥哥不来这个，怎么样弄法呢？我让侬扑克牌里向这个抽出来5张牌，哎哎，多了哎，哎，五张牌了，一张十，嗯，一张十，一张是你，一张四，嗯，一张八，一张皮带，嗯，叫十年四不甜。哦，十年四不甜，哦，谁是讲外地啥不甜？根本这个。小姑娘哪能？小姑娘会得呀。嗯，这个小姑娘叫我聪明。也抽吧了。哎，我讲这个小姑娘交关蛮调皮的了。嗯嗯
那这个才是一样的，才是个女青年，那大家有经验。嗯，越是男的追求的结婚，伊越是要发表情，越是。啊哈哈哈哈！嗯，马上扑克牌里向抽出六张。哎呦，两只八，两只皮带，一只九，一只四。哎，啥么子？不甜就是不甜，不甜就是不甜。那么这个青年不要急啊，你是啥名堂的？那么一见呢，这个情绪也是急的，扑克牌里向抽出八张来，哎，哦哟，越抽越多的，两只九，一只莱芜尼，两只皮带，两只四，一只老客，哎，求求你天天试试看。哎，那么这个一个女青年看住了，女青年大急的呀，哎，哎呀个状态到急的呀，那么女青年马上抽出七张牌，哪能越抽越多哎，来七张牌，啥个牌？一张大瓜，一张小瓜，哎，一张莱芜尼，一张五，一张九，两张皮带，是乖乖，你我就谈谈，哦哟，哈哈，好。